坐在地上选择颜色。
有在尝试新的技法，因为每次画完，浅色在深底色上，最后就是白色会被底下的深色吃掉，所以我看到商场有卖这个东西，就想用它先改变画的技法，就是先从局部开始，然后把那个白色地方覆盖，用这个胶给覆盖，然后再去画底色，就是白色在第一层不会被底色吃掉，所以不管什么时候，都会有一种冲动，就是尝试新的技法，达到完美，心目中最美的感觉，想让它尽善尽美的实现。所以呢，这又是一个新的技法。期待现在画累了，吃点东西继续。